极剑少女静云，准备好跟着我一起练我们的极剑心肺了吗？拿起你的武器，准备 ，Go！ 开始我们安嘎山蹲低，蹲好。Round one, three, two, one, go！ 开始我们的安嘎高抬腿，身体尽量不要往上下起伏哦。换边，我们往下踩的时候控制轻一点。Three, two, one, eight. 休息，这个动作棒式开合，预备。Out two, three, two, one, go. 开始，小心绷住哦，加油。下方跟我们留言哦，极剑少女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